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全家合体 ，IG 上晒出日常生活。六月离异夫妻档结婚13年，屡屡被传婚姻亮红灯，如今更被周刊直击，的确鲜少一同进出家门，疑似分居，渐行渐远。镜头捕捉六月一个人回家到超市购物，生活独来独往。而先生李毅这一年来都在忙投资，创立早餐店，又开烧烤居酒屋，还忙着拍摄短影音。两人交集越来越少，平面媒体致电六月，他也坦言就是各过各的。谢谢太太的父亲节礼物。感谢。从脸书发文动态来看，两人上一次同框是在去年10月一起全家露营，再来就是今年3月六月生日。但是两天前李毅生日，明明全家也是一起过，仍旧被爆出婚变传言。六月在第一时间正面回应，否认离婚。贴文写下生活照旧，一切如往常，强调两人都老夫老妻了，配偶栏没有变。李毅也很快在留言区发表情符号回应，表示婚姻没变化，再次破除离婚传言。三立新闻何孟哲，台北采访报道。